如何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的有爱城市。为了持续宣传基隆观光及在地特色，基隆市政府今年再度举办2023美丽基隆摄影与影片创作比赛。市府官销处表示，这项活动已经迈入第六年，目前正展开征件中。征件项目分为影片组与摄影组，影片组方面的主题为有爱的城市，摄影组共有四个主题，分别为城市有爱、干净家园、多彩城市及独特基隆。欢迎市民朋友和外县市的民众一起用镜头来展现基隆的温暖有爱。市府表示，今年影片组总奖金有23万元，摄影组总奖金超过6万元，欢迎各地民众踊跃线上报名参加。征件时间到8月31号为止，详细的报名方式与征件内容，欢迎上活动报名网站查询。记者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